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比你想象的更低。酒店这么差，那你吃的还习惯吗？就是因为其他方面太差了，反而这一项超出我的预期了。你能这么说，看来是很好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哦，对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多去看看我妈妈。我会的，你也注意身体，争取早点回来。你也别睡了呗，起来嗨。放心吧，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喂，我老板出事儿了。不，你我马上就来，在哪儿呢？老板，那事情我们已经查清楚了，都是因为他，那个是他误碰了机关，把咱们那个陆总呢就给弹到水里面了。好在陆总也算是平稳着陆，身体没受到什么伤害，但是我们必须得过来道个歉啊！哎，道歉。对不起，陆总。这什么叫陆总？抬头看看是陆总吗？对不起，请你帮我转告给陆总，我打心底里感到。行，算了，咱也算是老相识了，上次在酒店就把你追丢了，还敢跟那么急啊？废话不多说了，两天之内把车款凑齐，上的事儿等我们老板精神状态好点再说，就这样。哎，那您看我们这花，跟门口就行。来，快跟门口。哎，不是。好像放门口有点不太吉利啊。是吗？是不太吉利，拿进去。哎。老板，这绝对是我跟你两年以来最倒霉的两天，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倒霉的两天。哎呀，你说这女的到底想干什么啊？这自从认识她就没有什么好事，要不然就是把面条塞你车里，要不就是跑你屋来吐你一身啊，再就给你扔水里，这海陆空就差空了，这可怕。你提醒我。是要干嘛的？阻止我收购紫金？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分析，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一定有更深层次的目的。说。相爱相杀，他要杀我吗？